大爱真健康，做伙来运动，越动越健康。我是伯乐，今仔日咱要来教一个压腿伸展，好咱透早起床的时阵，会当伸展起来，然后伸展完之后，会当活力十足咯。好，来大家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是哟。好，来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赞啦。好，来今嘛开始，好咱伸展活力起来吧。好，来今嘛呢，把咱的双脚先朝向前方。好，然后跨大步哎，好跨大步哎，然后这一人双脚先左边伸出来就好，好，然后呢，即马起来人向这一人，把咱一只手右手放在右脚顶管，然后呢，左手放在左脚顶管，然后即马咱先来做倒脚的伸展，所以把咱倒脚的脚跟朝地板，脚尖朝上面，哦，斜斜朝上面，这时阵有看到无？脚尖朝上，脚跟朝地板，然后第二个重点，把咱的膝盖打直。膝盖爱打直哦，然后今麦耍来，把咱的手放在膝盖顶管，豆豆啊，把气落去吼。然后呢，这一部分就豆豆啊，把手往前滑，滑向咱的脚踝位置，膝盖拢爱打直哦。好，然后搁起来，好起来就先放轻松。然后来，我等下要做配合呼吸哦。来，今麦呢，赶快脚尖搁朝天空，好，脚尖朝天空，然后拢行左边哦。来，先竖起脚腿。好，开始吐气，然后轻轻的压下去，到安尼感觉有无？有吼，真好哦。然后佮豆豆起来，对啊，佮一边哦，竖起脚腿。好，豆豆啊，来轻轻啊，跌落去，好，就得往前滑。好，继续做这个动作哦。好，然后咱来做这个动作，爱注意哦。好，咱除了脚尖往外以外，咱来落去啊，角度啊，唔通伤大。你啊，刚刚讲安尼就差不多啊。即下等间豆豆啊做，唔通一概想象 ，OK 吼、哦，好个豆豆啊等啊，然后结，这些重量做这样咧做的时阵，这拢会弯，你啊弯啊，这感觉就无去啊，所以脚头歪好一点，然后豆豆啊落，我吐开，嘿，啊个豆豆起来，对，搁一边来吐开，对，够有扭的感觉，有吼，好搁起来，吼、哦，你啊透早起来有去扭这個，走路嘛较袂丢筋哦 ，OK 吼、哦，好来，即马咱换脚，换换这边，就这脚转来，换这边出去，好、哦，下一步我们换脚哦。然后来开始摇，我看的时阵你得面头前哦，哦这边爱卡过来，嘿对，哦然后佮豆豆啊落去 ，OK 吼、哦，我来继续做咯，加油！然后咧开部分呢，开部分呢，这个卡调稳在，哦这个卡落去，然后豆豆啊落去，另外这个卡佮会无力，袂吼，袂用袂吼，定咧豆豆啊落去，也调稳，才有法度落来落去哦 ，OK 哦，好，来大家真健康，感恩大家咯，好来继续，来竖开，然后豆豆啊落去，对。有扭的感觉无？